好，大家好，这是一个行李吊牌。那行李吊牌呢，我里面再把它放上一个多功能的工具组。好，这个工具盒呢，它有附一把刀子。还有一支剪刀，好呢，这边呢，它有一个指甲刀，还有一把镊子，一支牙签，圆珠笔。还有一个大头针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随时带在身上。然后经过海关的时候呢，因为它跟着大行李在走，所以呢，它就不容易带在身上而被没收。好，它现在就是很简单的把它放到里面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拴上我们的拉链，勾上。我们的把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